马达拉有了，萨斯盖有了，纳鲁豆也有了，这个位置是不是该来一个哈希拉妈了？二少不二少。Hello， 是阿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Hex 工作室的正版授权雕像初代火影千手书剑。作为我认为 Hex 的一款力挽狂澜之作，今天兰哥想尬吹一波。这款作品可以说是100%还原了官图啊。首先，整个木盾涂装的纹理深浅度的把控和渐变过渡，这次就都不错。然后，作为1:8小比例人物方面，这次的刻画我也非常满意。手脚的细节、铠甲的战损处理、还原度颇高的头雕，加上回刀的动作和极具动态的秀发，让人物方面张力十足。额外的头雕和手型替换件也让这款初代可以摆出三种不同压迫感的造型，再加上嵌入整个耐看完整度颇高的木龙木人场景，单拿出来都是一款完成度颇高的作品，更何况还有这宿敌宇智波斑与其共鸣，形成一个1+1=N 的视觉盛宴。当然想挑毛病也依然可以挑到，但今天想给予这款作品一次高度的认可。另外想对有 Hex 班的小伙伴们说，入手后从人物方面来看，你自会感受到一个鲜明的对比，那这款忍者之神绝不会让你失望。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压迫吧。